没有啊，你可以躺在那里吃泡面也可以啊，然后还可以充电呢，不是很棒？那我天天都来这里睡觉。天天来这里睡觉来干嘛？哎，我可以早上来这里睡觉，然后晚上再出去玩，这样我就不用付房租了。你有什么会？哇，我根本生活太嗨了，我就早上来这里睡觉，又有冷气，又可以充手机，然后晚上就出去玩，太开心了吧？听起来不错哎。